住手！我只是……如果你再敢上前一步，我让你下半辈子吃足牢饭。怎么还没到啊？这是回城的路吗？您稍安勿躁，我不会伤害您的。等约定的时间到了，我就立马送你回去。你这是要开去哪儿啊？给我停车！危险！危险！安静。我也是拿钱办事儿，我很快就会送你回去。死多，西西出事了，快去找顾西城，我们去救他。哦，好。起开！你现在不能进去，有事吗？起开！别逼我揍你啊！老板娘出事了，你负得了责任吗？西西出事了，老大，出事了，老板娘出事了。老板娘给安安打电话，说被一个陌生司机带到了远郊，然后他跑了出来，然后哎呀，反正很危险，你赶紧去啊！西城，西城，你别去！南宫，又是你安排的吗？是我，都是我。全部都是我。西西接电话呀，快接电话呀！西西，是我。西城，西城，你在哪儿？安不安全？快把定位发给我，我马上去接你。城，我好害怕，我不知道我在哪儿。西城，西西，你别怕，定位我收到了，我两分钟就会到，你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别让他看见，你知道吗？西西，我回来了，我一定回来的。原来你在这儿。喂，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西西，出来啊！我看见你了。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出来啊！我看到你了。你在哪儿呢？原来你在这儿啊！我只是，如果你再敢上前一步，我让你下半辈子吃足牢饭。司徒，站住！
承认了吧，我就是还会忍不住牵挂，别告诉他，可眼神难说谎。时间能回答我的愿望吗？也许失眠是心动的代价，你知道呀，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，种一朵花等它慢慢发芽，明明要出发却又放你，没事吧？背叛自己，我说过我回来的，我一定回来的。 You are my dream， 也懂我的心，人海中穿行，只有你的声音。